不是阿姨摔的，谁了？那我先来过了。干嘛呀你？你这样掉下去怎么办呀？很危险，快下去！我以前翻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没担心过吗？以前和现在能一样吗？现在你是我的人了，你得注意安全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。没听到算了。再说一遍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为什么呀？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不可以。你温柔？完没完呢？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家睡觉了？哼。